17岁的你，高二结束，暑假开始的第一天回到家，你和父亲说：“爸，我不想念书了，也念不进去，我想去外面闯一闯，因为外面才能完成我的梦想。”于是你买上车票，开始你的漂泊生活。18岁，还是那个夏天，饭店后厨的温度比外面热了许多。你拿着毛巾擦了擦自己的汗，看着自己伤痕累累的双手，你笑了。原本我想的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的呀。19岁那天晚上，你和同事说要改变人生，不想在厨房里关一辈子。哥们都劝你别闹了，咱们没有学历，外边还不如这里安逸。你不听，你说我命由我不由天。第二天你辞职了，然后就开始在这个硕大的城市里边寻求一个安身之地。20岁，在外漂泊的你已经习惯了浑浑噩噩的生活，你依旧在厨房里上班，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。你说日子就这样吧。21岁，你的工作有了一些起色，但是你仍然不敢怠慢。这天深夜，满身疲惫的你回到宿舍，躺在床上看着天上的繁星，你在想，我的同学们是不是都要大学毕业了？那个时候我要是考上大学，是不是不用过得这么辛苦了？22岁过年回家，家里给你介绍了一个女孩，她长得没有那么漂亮，可能就是人们说的那种掉进人海里都找不到的那种。相亲的那天她说，我没什么太大的愿望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只要对我好，我就陪着你一辈子。23岁你们结了婚，婚礼上的亲朋好友欢聚一堂，你的同学虽然来得很少，但各自都诉说着各自的近况，有的过得光鲜艳丽，有的也是人生迷茫。那场婚礼简单的就结束了。从那天开始，你下定决心，你说不管再苦我都要坚持，我是丈夫，以后我也会是孩子的爸爸，我要扛起一个家。24岁她怀孕了，你抛弃了那个有着梦想奋斗了几年的城市，回到家里开了一个小饭馆，每天早晨4点就要起床忙碌，虽然很累，可是他每天都会陪着你。你开始理解什么是婚姻，什么是家庭，什么才是最简单的幸福。25岁伴随着一声啼哭，孩子出生了，你想着生活不就这样吗？上有老下有小，我得更加的努力了。30岁孩子开始上幼儿园，不知不觉你从一个稚嫩小伙儿变成了胖胖的油腻大叔。那天接了一个电话，高中同学聚会，你想去见见那个多年没见的女同桌，可是孩子放学回来喊着，爸爸你看我得了100分。你高兴地和妻子说，老婆我不去了，我儿子得了100分，我要给我的宝贝买一个书包。35岁你开始接孩子上学，每天在路上教他做人的道理，你不停地对他说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虽然上学不是唯一的出路，但一定是最好的捷径。可他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，每天沉迷于游戏。那天回家你打了他，孩子哭你也落泪了，你愤怒地呵斥道，你真的就想做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吗？你难道也想成为我这个样子吗？爸爸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？你为什么不能快点长大呢？45岁你想要孩子考大学，可那天他说出了和你17岁一模一样的话，爸我不想念书了，我想去外面闯一闯，因为外面才能实现我的梦想。你没说话，拿起一个酒杯一饮而尽。你说，孩子，人生的路需要自己走，如果有一天混不下去了就早点回来。50岁孩子准备结婚了，在婚礼的前几天你在饭桌上给他拿了张卡，你说，儿子，爸妈没有啥本事，这是我们老两口所有的积蓄，希望你少点压力，人家姑娘对你好，千万不要辜负了人家。60岁孙子也开始上学了，你看着眼前的孙子笑眯眯地说道，我的小宝贝，你一定要好好念书好好上学。70岁忙碌了一辈子，你关掉经营了半辈子的饭馆，在那天晚上你把儿子叫到身边说，孩子，我可能干不动了，也帮不了你了，以后的路就得靠你自己走了。75岁你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着昂贵的医药费，你说，不行就不治了，过一天算一天，可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不一会孙子兴高采烈地走到你身前说，爷爷，我考上大学了，你要赶紧好起来。你用尽浑身力气说道，乖孙，你一定要好好努力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突然眼睛开始慢慢地变黑，你脑海里浮现起17岁的那个暑假。这短短的一生，我们最终都会失去，你不妨大胆一些，爱一个人，攀一座山，
追一个梦。